邮务室制服外再套一层隔离衣，派专人负责送信件。波涛群聚增加，扩大回溯5000人，民众接获通知赶回裁检。进去做裁检。阿丽喜，你是被通知回来做的？对，卫生局通知我。10号的时候有去急诊，13号又回诊，然后都在他说的时间内。他就说有来这个医院的话，都要来这边裁检，不然不能进去。进出过门急诊列自主健康管理7天，公司怕破口，要求阴性证明，还有医师也来了。我们很平静啊，很平静哦。对啊，我们医院的处理我们都很平静啊，没有什么事。透露前线状况很 OK， 但连绿区都沦陷，医护人力真的受影响。根据平面报道，有家属投诉12A 医护召回裁检，主治医师全数隔离，只剩护理师留守，医生还得靠视讯诊治给药，担心紧急状况很难应付。目前我们在线上工作的人力都是根据我们目前要照护的量去做处理的，所以不会影响到守护民众的健康或者是医院的运作。隔离中的同仁也快要回来了，他们也说他们已经养精蓄锐，准备好来跟我们交班。医护解隔离立刻加入前线行列，前进指挥官王必胜也回复，确实12A 爆发后医师要隔离，但有其他人即将归队，加上病患数不多，分配没问题，有医师在不需要视讯，人力绝对够。再三强调紧急状况也不影响病患权益。三立新闻综合报道。